我们用安卓手机打开《魔法满屋》，它里面的最高清是超清 720p。我们现在用苹果手机打开《魔法满屋》，它这里面的最高清是蓝光 1080p。现在在电脑上看，也是有蓝光 1080p。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侵权的问题的话，我们这边是由于版权方它采用的那个数字版权的保护方案，所以使得部分的安卓机型无法配，就是适配那个 1080p， 并不是说是因为这边的那个就是用户反馈的那个问题一样，它确实是会有一个机型匹配的问题，我们也会尽量去优化一下这些问题的。